这样两边都打得到。我在那边的话，两不一定两边都打得到。但我会空放几枪以示警告。不要，我可不打算跟上金克斯一样疯。只能说绝妙的卡视野，我卡了他两次视野。这个镜草，这个镜草应该都看得懂吧？镜草卡第一次视野，然后我只有57点血，我闪现进这个二草再卡他一次视野，这个应该都看得懂吧？不过这也是算是比小细节吧，这个只能说是小细节。下路这个草丛还是很有用的，这种草丛。去园区待半个月，热度不就有了吗？那去园区那也要贵神也要0172邀请我去啊，那我不能自己直接去吧？是吧，那肯定要贵神邀请我才去啊。往前一站，我技能也就不教，我就看他，你就看他走位，哎，哥们就往前一站，就看他走位就行了，你就不用出 Q 啊，就看他晃来晃去，晃来晃去。我讨厌抽这个，我会说解救或者。你看，继续接着那样打，往前一站，就是这样子啊，有时候玩 EZ。就会可以长成这样子，就你也不用放技能，就人往前走就行了。我去点一个眼，角度刁钻，借用一下烈枭的一句话啊，瓦罗兰特烈枭的一句话，角度刁钻，我来扛。OK， 我不扛，我没扛到，那没办法，那可惜，不是哥们，半血，在这塔下晃来晃去啊。老子怎么四个助攻啊？004，不是我才看到，我怎么一个击杀都没有啊？3-0，快点吐一个出来！我不喜欢你的战绩，给我吐一个！我想要一个击杀。玩的像我是辅助，感觉他装备比我好啊。检查一下，900、400、900、400、350、1650、1800，我呢900、400、350。啊不，哎不是，他装备跟我一样哦，他应该比我有钱一点，三个击杀加一个助攻。可以这把轻松拿下了，感觉对面小草包应该心态出问题了。
什么意思啊？这站位不对啊，绝有问题，刚刚那个站位真有问题。只要是废墟，我就有权走。他们刚刚撤退的感觉不对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是在下半区。没事，等打野呗。那总不可能，我真觉得在，要不我们等会儿回放看一下在不在直播，七分钟啊。等一下，我可能忘了，记一下七分钟啊，这不，你看，啊，等我还是看好吧，等我七分钟看在不在。走，真给一个吧，那数据太难看了，不是007了，可以。啊，七分钟，记住这波，等一下出去看回放在不在，看一下我的嗅觉和意识。差一点钱啊，还差一波线。OK， 我都是这样子玩，这样子玩，人家 ADC 怎么玩的？不给 ADC 活路啊！一级的双杀处理一级。我感觉一级双杀处理很常规吧，我的站位是站位的问题嘛。一级站位好我们就能打赢啊，我一级你要这样想， EZ 一级只要有叠到被动比金克斯强的多得多啊。我很开心，战士邪恶，生活美好。哎，老子他妈没事，这把随便玩一玩赢了。是，这把随便玩一玩赢了，我都不需要发力的。哥们在下路挂着看一会儿手机，感觉都行。就补完刀看一眼手机，补完刀看一眼手机。哎呦，哥们，这么难受吗？挺辛苦，感觉挺辛苦的。怎么说，完了，自暴自弃的这兄弟。好惨。轻轻松松啊，轻轻松松。玩金克斯有时候就容易出现这点。虽然金克斯这英雄到后面确实挺厉害的，但是金克斯就很容易前期就出问题的，而且打团可能队友不太会保。我感觉，反正我推荐大家这个版本玩老鼠。老鼠、泽利、卡莎，还有德莱文滑板鞋，还有你再不行呢 ，EZ 也可以整一把，沙米拉也可以。其他的 AD 这个版本感觉差点意思啊。对，其他的 AD 感觉差点意思。卢娜、卢香加卢香也还好，卢香加个辅助，但卢香不好说，卢香要很吃那个，很吃前面的对线处理，而且卢香的团战并不很好发挥。不然就闪了。
我交 W 闪 A 他应该是死的，但我不太想交闪现。是啊，那玩来玩去不就那几个热门一点的 AD 吗？那本来就是的呀，玩来玩去就那几个热门的 AD 还可以。然后那德莱文滑板鞋一般人又不会是吧？德莱文加滑板鞋。哎呦，小走位不错，这么狂啊！中了，感觉闪现慢了，闪快一点好了。哎呦，送了一个，没关系。我的死亡报告太不真实了。我真的泽利挺好的，泽利这英雄，泽利玩得好，全分段都能上分。真的，泽利这个英雄，这个英雄的机制太好了，其实你就跟奎桑提一样，奎桑提也是这样子。但哎，不对，上单应该玩蝎子啊，这个版本上单蝎子，我靠，谁玩谁知道，好吧。虽说下个版本蝎子被削弱了，这个版本的上单蝎子真的巨狗巴猛，我靠，猛的简直不像个人。逮捕他，死剑土豆。我可以吃杜城吗？那好吧，不吃了，我走了。小龙刷了，怎么还滑到男刀脸上去？真摆了，那滑到男刀脸上去什么意思啊？没看懂，EZ 这个英雄，EZ 这个英雄很吃手法吧，其实 EZ 挺好玩的。对 ，EZ 这个英雄比较好玩，就是比较吃手法，他的熟练度要求比较高。你玩的好的 EZ 很帅啊！我当时为什么玩 EZ？ 我想一想，我当时为什么玩伊泽瑞尔这个英雄呢？我应该是我觉得伊泽瑞尔这个英雄，他很帅，首先，然后他的手比较长，输出范围比较长。